高山峰站出人生巅峰，勇夺奖金100,000元。疯狂亚洲富豪这个真人真事应该是有所本，龙如是韩国的一个丑闻，宫崎不备是这个有关美国的种族歧视，所以应该是阿飞外传。好，那 Mountain 细数之下，最后选择答案是阿飞外传。Oh my god！ 怎么要等这个东西啊？恭喜答对，就是一种颜料，然后。现在出现在题目上面，我觉得制作单位在搞我，又出理科题，你们多怕我得到100,000元？不是上釉吗？毛总最后考虑了以后，选择的答案是氧化钴。但是李龟年好像没有出现在我的那个作者年鉴当中，所以他一定是对方嘛？李龟年，标准答案。90位平分100,000奖金，恭喜方程正主拿到100,000奖金，恭喜！这么红汤，你还不来玩？每周日晚上8点，台视1000Q。